这是我们草拟的合同，我们认为所有的条款都应当取得一致的意见。您看还有什么问题吗，王先生？这基本上包括了我们谈判中取得的一致条款。不过还有一点我需要讲明，就是关于包装问题。这正是我准备强调的一点。我所考虑的是以前的包装不够结实，不适合远洋运输。您不必担心，这批货物我们采用高强度的包装材料，完全可以胜任。可是这批货物具有不同的规格。我们公司在处理这批货物上还采取了不同的货物不同包装的形式，您放心好了。你们想得很周到，既然这样说我同意了。谢谢您的理解与合作。那么我们什么时候签订合同呢？今天晚上我们修改一下，明天上午正式签订。真是太好了。贸易的初期活动包括买方的询价和卖方的招揽，第二步活动就是进行商务洽谈，也就是有成交的可能性了。洽谈的内容除了初次提到的价格之外，还会涉及到商品的明细、出厂日期、货品包装、付款方式等具体的内容。在刚才这段对话中，我们要注意这些词语的正确读音：草拟、草拟、合同、合同、条款、条款、包装、包装、强调、强调、结实、结实、运输、运输、担心、担心、强度、强度、胜任、胜任、规格、规格、处理、处理、周到、周到、理解、理解、签订、签订、修改、修改。这是我们草拟的合同，我们认为所有的条款都应当取得一致的意见。您看还有什么问题吗，王先生？这基本上包括了我们谈判中取得的一致条款。不过还有一点我需要讲明，就是关于包装问题。这正是我准备强调的一点。我所考虑的是以前的包装不够结实，不适合远洋运输。您不必担心，这批货物我们采用高强度的包装材料，完全可以胜任。可是这批货物具有不同的规格。我们公司在处理这批货物上还采取了不同的货物不同包装的形式，您放心好了。你们想得很周到，既然这样说我同意了。谢谢您的理解与合作。那么我们什么时候签订合同呢？今天晚上我们修改一下，明天上午正式签订。真是太好。